根据2009年肯亚人口及住房普查，布西亚县人口为89.3万人。然而，需要注意的是，一个县的人口可能会因出生、死亡和迁移等因素而随时间变化。因此，布西亚县目前的人口可能与2009年肯亚人口和住房报告中报告的人口有所不同。人口普查是肯亚旧西部省的一个县。根据布西亚县政府官方网站 https://www.busiacounty.go.ke/about-basia，肯亚布西亚县面积约1700平方公里（656.37平方英里），或17万公顷（42万英亩）。县地理和气候。但需要注意的是，布西亚县的面积可能会因数据来源和计算县规模的方法而略有不同。布西亚县的主要部落是肯亚鲁亚族和肯亚特索族以及洛族。Ruya 社区包括 Abakayo、Malaki、Samia 和 Abaniara 社区。Teso 社区包括 Bukusu、Sabai 和 Karamo Joang 社区。罗族由罗族、苏巴族、古斯族组成。布西亚县的少数群体包括：一、阿巴卡约社区；二、马拉基社区；三、萨米亚社区；四、阿巴尼亚拉社区。此外，罗族也是布西亚县的一个少数民族。布西亚县使用的主要语言有罗语、阿巴卡约语、马拉基语、萨米亚语和阿巴尼亚拉语。鲁哈亚部落和肯亚特索部落及其少数群体使用这些语言。此外，英语是肯亚的官方语言。由于该国的殖民遗产，英语在布西亚县被广泛使用，是肯亚旧西部省的一个县。